关于猛烈扩大红军，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、群众武装相互配合。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，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。没错。再说，人都被扩红扩走了，实际生产就没办法进行了，民生问题也会受到干扰。那我也说一句吧。 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偏远地区本应该就有所区别，不能搞一刀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个意见。凡事都得实事求是，不能头脑发热。说的再直白一点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国民党厮打硬拼。哎，是啊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对。福振同志啊。 由于邓小平、毛泽潭、谢维俊、伍佰等人从实际出发，反对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，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，主张坚壁清野、诱敌深入，不赞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硬拼打法，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与策略。为此。 文之，你看看这个。现在正在春耕，怎么又要扩大矛盾，还上岗上线的？这简直就是隔山打牛，冲的就是我毛泽东。我就说。 邓局长，你找我。郑浩，你带小队人去新国，配合中央局和江西省委，执行一项重要任务。是，那具体任务是？你到了那儿，找江西省保卫局的葛耀山局长报道，听他的安排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来，再给奶奶一根来。 阿婆，哎，主席来了，主席坐。钱瑞金，再帮着奶奶编草鞋呀。快坐。阿婆，哎，我过来是跟您说件事情。哦。我们政府啊要搬到沙洲坝了，我呢也要跟着走。这临走之前啊，我过来特意跟您道个别。你们为什么要走啊？这上海临时中央不是过来了吗？ 这人多呀，目标大。嗯，敌人呢就天天开着飞机，时不时的过来下个蛋。中央呢怕连累你们，所以啊就搬过去了。沙洲坝不远，我知道那地方，到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去看你们。<笑>好啊，到时候啊我亲自派人来接你。好，<笑>主席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您放心。 主席，喝水。哦，好，慢点，还是热的呀。嗯，我们老师说喝热水不生病。<笑>
谢谢小瑞金啊，看来你在学校没少学东西啊。啊，我已经学了好多字了，是吧？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会写了。那这样，我给你出个题考考你啊。好。这“红军”两个字怎么写啊？红军，这我会写。主席，他写的对吗？对对对。哎呀，对呀，就是这个字啊，还得再练一练。那主席，你写的字怎么样？我写的字啊，估计你都认不得。那主席，你也要好好练字。哦，好啊，我们一起练字，一起好好努力。拉钩。哎，拉钩，一起练字啊。大娘，这是咱们苏维埃刚刚发布的新的土地税收征收办法。这个税收啊，它是拉哥，郑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执行任务。你来会场也不告诉我一下，中午没事的话一起吃个饭啊。今天可能不行了，任务紧急。好，那改天吧。古柏同志，由于你对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做出正确的反省，中央决定对你采取组织措施，请跟我们走吧。古柏同志犯了什么错误？跟中央的建构路线对着干就是最大的错误。郑红，下了他枪。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我命令你下了他的枪。去下了他的枪。哎，看你们谁敢。郑红，郑红，你是代表中央来执行任务的。古柏同志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，你们这是在造污蔑。郑红，你们有你们的路线，我有我的意见，哪怕是缴我的枪，撤我的职，甚至开除我的党籍，我也保留我的意见。顾大哥，郑红同志，你不该不执行中央的命令。我跟你们走。顾大哥，曾明，你怎么又抽吃辣椒了啊？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辣椒吗？你怎么还吃啊？你忘了你的胃了？我就是提提神儿。哎，你是不是兜里还有？你提什么神儿啊？医生不是说不让你吃吗？你忘记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样子了吗？好了，不吃了。你刚才要说什么？子弹被扣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姨妹被审查了吗？然后泽坦去找他，跟里边人发生了冲突，然后泽坦也被关了。来了，谁呀？嫂子，是我，泽民。泽民，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大哥在吗？你大哥在。哎，
是这样，最近不是在批判断毛蟹谷吗？你大哥呢不想牵连其他人，所以都避着不见。有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。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是好长时间没见他了，过来看看他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待会大哥问个好。行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嗯。李志同志，哎，泽民同志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博古同志谈谈。别去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李志同志，本来有些事情我不想管，也不该管，尤其是我哥的事，现在泽台又被关了，我也不便多说什么。但是贺仪同志犯了什么错？他们为什么这样审查他？泽民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件事，老实讲，我也不同意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。我今天来找博古同志，也是要聊聊这些问题。等到现在，他也没回来。那我就在这儿等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什么时候跟他谈。泽民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快解决这些问题。你看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嘛。再晚我也等。好，我陪你等。周书记醒了吗？还没醒。部长。啊。恩来。恩来啊。恩来，起了吗？这儿都。碧石啊，哎，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，泽民同志去找我了。什么事儿？泽潭同志被瑞金县委
被关起来了。他的爱人贺姨不是在瑞金县委接受审查吗？他一知道就急了，他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，马上跑到瑞金县委去闹，结果就让人家给扣起来了。泽民的意思是让我来找你，咱们是不是想了办法？伯伯同志搞的这个罗明路线，怎么能牵连这么多同志啊？把所有的同志都打倒了，我们的工作谁来做？这件事儿你不来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你呢。咱们对这个事儿得有个态度。本来我来找你，就是想得到你一个态度。以组织部的名义，把这几个同志调到基层去。于是员的身份去长岗乡工作一段时间。长岗乡？这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但是不管到哪里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，打起精神，好好工作。行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谢谢您，毕氏书记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们的二哥还有周书记。回去好好照顾贺姨同志，早点回去吧。哎，走吧。王科长，我也要谢谢你啊。任书记，不用谢，您不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回去工作吧，我回去了。好，您慢走。二嫂，我来。你坐那儿，我给你盛啊。二嫂，你看我们这一回来，你就忙活这么一晚上，还花这么多钱去买只鸡，我身子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最近肯定都没有吃好，专门给你弄碗鸡汤补补。再说你还怀着孩子呢。真香。一会儿多喝点，我再给你盛一碗。二嫂，谢谢你和二哥来救我们。一家人，咱不说两家话。你们能出来，身体没事儿，我们就放心了啊。泽潭平时老是在家里抱怨，说二哥心里没有这个家。你看这次我们这个事儿，二哥为了我们，这么东奔西跑的去求人。是泽潭不懂事儿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你们呀，都不了解你二哥。他表面上看着就跟闷葫芦一样，但其实心里呀，惦记着你们呢。你们被关进去以后呀，他一直失眠。你说国家银行那么多事儿，晚上他还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他不光对你们，他对我也是这样的呀。这么多年了，听不到他说什么甜蜜的话，但是只要一有事儿，你二哥一定是第一个站出来替我扛的人。
一直以来都是泽檀误会他二哥了。但是二嫂，就泽檀这暴脾气，我特别怕他又去跟他二哥嚷嚷起来。你放心吃，我相信泽檀不会的，让他们哥俩好好聊聊。快吃，二嫂，你也喝一口。我不喝，专门给你熬的，给我小侄子多喝点儿。那我全都喝了，全都喝了，那一锅都喝了。好嘞，嗯。二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之前太不懂事儿了，总跟你发脾气，我还误解你。二哥，我别哭了，景红，何姨还好吗？挺好。她现在怀着孕，不容易，你要好好照顾她，并且一定要保护好她，啊！放心吧，二哥。二哥，你的胃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？来，喝点水。没事。你呀，多注意身体，别老是工作熬夜，身体重要啊。对了，二哥，嗯，我被组织安排到下面锻炼改造了。去哪儿？城岗乡。锻炼锻炼也挺好，顺便改改你的臭脾气。文珏，走的时候去看看大哥，跟他道个别。好。
是不是你妹他呀？既然都到这儿了，进去看看大哥。不了，我们还得赶路，走吧。萧太安、贺姨，姐，怎么来了不进去啊？姐，我们啊，只是路过这儿。背这么多行李，你俩准备去哪儿啊？我被调到长岗乡去工作了。长岗乡？哎，那路程挺远的。这都快晌午了，吃了饭再走吧。走。润之，润之，小谭他们要去乡下那出来见他们一面。不打扰大哥了啊！小谭，不打扰大哥了。你转过大哥，让他放心。他之前跟我说的道理，我都记住了。真理之路虽艰，但大道不孤。真理就会有生命力，光明终究会被点亮。你们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小谭，姐，保重，照顾好自己啊！我走了，姐。放心啊，小谭。润之，刚刚为什么不肯出来见他一面呢？泽谭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还能不能回来？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你别忘了，泽谭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大哥的。我这时候见他，反而是害了他。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，你这么做，他心里得多伤心呐！只要他能够明白，真理之路虽艰，只要大道不孤，真理就会有生命力，光明就会被点亮的。润之，邓小平必须走。谢维俊要是再违抗命令，那就要采取措施。伯谷同志，你也别太激动。那些右倾分子到现在还不悔改，不就是仗着后面有人给他们撑腰吗？啊！行吧，你们接着商量。开会呢，不让进。你们各自都要把握好自己的政治态度。当然，邓毛谢谷也是党内同志，我们还是要以批评、教育、挽救为主。你干嘛？你别进去，开会呢，开会呢。局长，我就问一句，为什么要下古柏同志的枪？他犯错误了。他犯了什么错误？他犯什么错误还用向你汇报吗？古柏同志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，他们现在无故批判他，这是栽赃污蔑。中央的决策也是你能评判的吗？错的政策谁都能评判。你别说。郑红，局里本来想提升你，知道你是古柏同志培养出来的，所以才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，组织上是想考验你。可你现在这个态度呢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古柏同志19岁领导巡运，22岁领导巡务暴动，还帮毛主席做过巡务调查，后来又做了前委秘书长。这样肝脑涂地、一心为革命的同志，这样对他，我看你们就是陷害忠良。郑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还陷害忠良，批判古柏同志是中央的决定。你要再这个态度，我就关你的禁闭，撤你的职。官再大也得讲理，只是凭我自己吧。走，好，干什么？黑白不分，老子不干了！混蛋！你以为军服是什么？是你想穿就穿，
想拖就拖吧！听我说话了，冷静点！把他给我跪下来！我不下去，站住！冷静点，跪下来！不算账！站住！冷静点，冷静点！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来，注意脚下啊，都跟紧了，各位。来，往前走，各位。来，跟紧。一会儿到前面休息啊。来，跟紧了，跟紧了，各位。一会儿我们到前面休息啊。来，跟上，各位。同志你好，同志你好，能让我进去看看郑红大哥吗？郑队长犯了错，被关了禁闭，任何人不能探视。我给他送了东西就走。不行。小同志，麻烦您通融一下吧，我很快的，我进去就走。秀秀。钱局长。钱局长，田局长。钱局长，你带我看看郑红大哥吧。钱局长。秀秀，我们这儿真的是不可以随便进去。再说了，郑红他现在确实有点问题。郑红哥，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啊！秀秀，你别急。郑红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这我知道。但是，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我们会搞清楚的，好吗？钱局长，这是我给红哥做的一点芋头，麻烦您帮我交给他吧。谢谢钱局长，谢谢。钱局长，吃点东西吧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你还别说，秀秀的手艺啊，真是不错。嗯，香。哎。哎，你说你这个人，你不是不吃吗？你还当保卫干部呢，受点委屈就不行了。我不是委屈。
余骄反第一次打围剿，这是毛主席的事。这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写的诗。后来送给了尼古大哥。念念。二十万军忠于干，烽烟滚滚满天般，唤起功能千百万，同心干，不周山下，红旗满。 同心干，不周山下，红旗乱。这是主席对顾大神话传说故事《公公怒触不周山》的引用。我想你的顾大哥一定很清楚这首诗的含义。至于你嘛。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。同心干，不愁山下红旗满。同心干，同心干。大家伙。 东西都放下，休息一下吧。来，东西放上，放上，放上。哎，哎，赶紧吃，赶紧喝，一会儿吃完喝完呀，我们还得赶路啊！好嘞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活动活动肩膀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活动活动肩膀。后边的也都一样啊。赶紧吃，然后喝点水，多喝点水。 袁队长，破皮了吧？这个是盐水，用它敷一下，别干扰了。啊，谢谢袁队长。还有啊，您可以用这个肩膀把毛巾垫在这儿。好，大家伙抓紧时间吃啊，等会儿我们还得赶路呢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知道了。 明天啊，你就用这个变态。这个是用毛竹做的，有弹性。你原来用的那个呀，是唱戏用的，木头做的，所以啊，这个肩膀扛的时间长了，它肯定是受不了的。袁队长，我该怎么谢谢你啊？你啊，不用谢谢我，我得谢谢你，还得谢谢毛主席。好，上面的人啊，让我监视着你，说你是阶级敌人，在我心里的，那都是屁话。 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。不过呀，面对上面的时候，我也得做做样子。到时候你别介意啊。不会的，我也是寻乌人。是吗？那我们还是老乡呢。是啊，原来啊，我在寻乌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。哦，寻乌暴动、寻乌调查，我都见过你，甚至啊，我还见过毛主席呢。 以前国民党呀，还有地主、土豪经常欺负我们。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，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，减租、减息、繁荣经济。哎，老百姓都说呀，你们是真好啊。袁队长，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？后来呀，我就参加了红军。啊，老婆孩子还在卖豆花呢。哦。 滚滚长江水向东流，漫。
长征路无尽头，曾经并肩的战友，是否已化作那漫天星斗？待我荣归后再聚首，恰同是少年烽火依旧，沧桑大道多险阻，朝着阳光走不回头。是谁包围着星星之火，照亮着天空无尽的辽阔，壮丽的伤痕今天，待春暖鲜花开满山。